好的，请各位先有准备。Drivers behind the line in 3, 2, 1, go。自动进来看到8015，我们的7080还是6353，应该是7080成功的射入了一筐球。然后我们的5737有一些尝试，但是好像进去的不是特别多。目前的比分呢是红方领先。我们看到赛场上大家都动了起来，开始在非常努力的取球。我们的7080在我们的场中漂移，为了躲过我们的柱子和我们隔壁的5737，看一下红方的7594，现在努力尝试摆正自己的位置。那8015成功取了一些球。目前看来场上有一点点混乱，我们可以看到6399好像在打防守，尝试挡住6353和7594的道路，或者说是干预他们的进攻。5737成功射进去了一个球。我们的6399正在努力的1-3打防守和对抗，但是好像并不是特别的有用。你有没有看到红方还是在持续的进球当中？但是6399这个防守打的还是非常的规范啊，是符合我们赛规的。看到7594、7080还有6353三个聚到了一起，在尝试射球。6353好像遇到了一点点问题。看到现在红方目前输出的队伍就只有7080，我们的蓝方5737也在一直在努力在这边尝试射球。倒计时30秒，大家还在赛场上繁忙，不知道这一场的比赛是否会有爬升的机器。7594的底盘卡住了一个球，让他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，不过没关系，他已经把球给碾过去了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7594已经伸出了他们的爬杆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在倒计时10秒内完成成功的爬升呢？非常好啊，好了，比赛结束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。恭喜我们的红色联盟获得了上一场比赛的胜利，恭喜7080、6353、7594以72分的成绩赢得了上一场比赛的胜利。然后现在有请我们的各位参赛队员挪走我们的机器人，然后请我们上午场最后一场的参赛队伍，这个赛季18场的队伍可以进来了。